接下来就是第二组演员，首先要上场的是在突围赛阶段呢，用一种非常独特的表演风格获得晋级的朋友，掌声欢迎杨波。波，特别好。杨波如果顶得很高，就是压力就越来越大了。Hello， 我太难受了，我太难受了。我的对手是杨蒙恩和建国博洋，要在我们三组里淘汰一个，我太难受了。淘汰他俩谁我都舍不得。我想尽各种办法，我去找效果老板，我说老板，咱从节目考虑，淘汰我不能上热搜。有道理。淘汰王建国可以上热搜，是因为没人认识我。老板说对，你是谁呀？谢谢。今天的主题是上班。外地人在上海找工作很难。我之前去一家公司面试，面试官叽叽喳喳说了半天，我实在忍不了了，我说不好意思，我听不懂上海话。他说这是英文。我说但这里是中国。他说但你面试的是翻译。我大学专业叫水产养殖。我的校友全来了。当年在我们那里，海王这个词儿形容的还不是渣男，是我们专业年级第一。我来效果面试， HR 问我大学取得过什么荣誉，我说当了四年海王。他说你真不要脸，符合我们公司文化。我很喜欢鱼，大学在宿舍养了一盆小鱼苗，回去发现我室友在做足疗。为了从事这个行业，我还去学校鱼塘偷着练游泳。换气很难，要在水上吸一口气，水下吐出来，水上再吸一口气。我不会，在水上吐了一口气，下去喝了一口水，上来吐了一口水。我怀疑这个场面被人看见了，因为过了几天有人传鱼塘里有鲸鱼。他这都咋想的，天哪。当年因为过度捕捞，嘉陵江渔业资源遭到了很大的破坏，我决定在实验室培育鱼苗放进嘉陵江。当时我在上游放，渔民在下游捞，鱼都懵了，啥意思啊？欲擒故纵啊！
整套流程速度非常之快，鱼都还记得。这鱼是七秒钟，七秒钟的记忆。我喜欢你们。很聪明，很聪明。我每讲完一个段子要留很长时间的停顿，是留给你们投票的时间。我太不要脸了，符合这个公司文化。我们继续。我前老板特别爱讲大道理，有一次开会，他拿了一根筷子掰断了，又拿了十根筷子也掰断了，说看见了吗，你们加一起也斗不过我。太强了。刚才扯那么多有的没的了，我们讲一个严肃的话题。其实职场大家工作压力都很大，成年人的崩溃就在一瞬间。有一天晚上下暴雨，我在街边看到一个男生忽然蹲下大哭，哭得很惨。更悲哀的是路过的人不仅没安慰他，还围上去拍短视频。我很心酸，我走过去，我说兄弟你怎么了，他说哥我们在拍短视频。大老师肯定喜欢这破玩意儿，没头没尾的。没有想到吧。最后我想说，我去过很多公司，但效果是唯一一家让我说不出任何缺点的，因为确实签了保密协议。同事之间氛围很好，我还发现小北，有人认识小北吗？有一些。我发现小北是我的校友，因为他跟我说他们学校有鲸鱼。讲完了，谢谢。你说他会不会超过谁？我这太顶了！杨波得190。谢谢杨波，喜欢杨波的朋友们不要忘记为他投票。3、2、1，请投票。杨波呢其实讲了挺久了，是最近尤其这一季节目开始尝试这种 one-liner 的风格啊。对，平时说话还是很正常的，大家不要害怕。我平时是个正常人，只是在这个台上像一个有病的人一样。我的观感是我觉得你比就仅仅只是上一场都更熟练了。对，因为我上一场我前半段都非常的紧张，因为我不知道行不行，直到我讲到那个老师那个梗，大老师给我拍了一个灯，当然对我才放松下来，谢大老师我才放松下来，所以这次我就更自然一点了，没那么紧张了。嗯，看今天现场的反应，大家其实对这种表演风格还是很接受的，还是比较接受，我还是挺那个，我挺喜欢的，妙语连珠。对，我觉得我挺喜欢，关键他那个节奏很对，你知道吗？这种风格，他真的形成了一种风格。因为他最好玩就是在于你把他每一句话都当真。对。然后呢，突然他说的全是废话。要跟静姐说一下，其实这个杨波这个风格在国外很成熟，但是之前在国内是没有人尝试的。因为你不觉得他的这个语言节奏是一种英语的节奏？非常非常慢。这节奏并不是中文的节奏，但是它融合的很好，算是国内第一个把这个风格做的这么完整的。对对对对对，汉化了，汉化了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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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。因为它的节奏慢，谢谢，那个包袱需要特别的准，对，如果不准就会干了，就是一下就尴尬了。厉害厉害，一个包袱翻一个，尤其拍短视频那个太靠谱了，那是个神经病，前面要说什么，然后最后说，我就是在拍短视频。
因为前面有那个情绪铺得很沉，大家不会往那儿想。对，他就是引人入胜，因为他长了一张忠厚的脸。啊，你想说什么？就是他在胡说八道，你已经被他骗了三次，但你还想还相信他。海王嘛，四年海王，哎，不是那么白当的。没没没没没，只是学习好，只是学习好。好棒，冠军，冠军，冠军。觉得他是冠军，是不是？对，就有种感觉，就是我天哪，我从来没有现场看过这么这种风格，是第一次。每五秒钟乐一次，啊，对啊，就太好了。无论是不是冠军，也特别感谢啊，杨波给我们舞台上多带来一种风格。以后这个舞台上，大家会见到各种各样的风格。脱口秀大会才第四年。等到第四十年的时候，大家也许就把所有的风格都看够了啊！老李诞了那是我。杨博，我给你稍微提一个小意见。好好好。下次衣服你找一个揣兜特别顺手的。还有就是要揣就这样揣，不要这样揣。对，他一上来这个很垮，就是你要揣就这样进去，这个本满场都很稳，就是有几次手去找兜的时候找不着。特工了，找不着找兜找不着。好了，稍微有点卡，满场都很好。你看他又找不着了。恭喜杨博获得四个拍灯进入等待区，恭喜！谢谢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下面这两位，出道即巅峰啊！这个组合在突围赛的第一场表演之后就顺利的被淘汰了，我们把他们复活了，希望他们痛定思痛，带给大家精彩的表演。有请王建国、张博洋。加油吧，这压力太大了，太大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建国。大家好，我是张博洋。哎，刚才也听到了吧，我们这个组合可厉害了。嗯，上一场演的稀碎，直接就被淘汰了。我们是被复活回来的，就本来我俩想的可好了，说你这两个人写一份稿子，这总比一个人写省劲儿吧。结果演完我一看，我去，我说怎么都不爱两个人一起演。原来是因为不好笑啊。说来也巧，本组合虽然刚刚成立，但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感觉呀，却像结婚结了四十年的老夫妻一样，摩擦不出任何的火花。可以，幽默了，你好幽默。但即便如此的不好笑，我们还是被复活回来了，挺不要脸的，反正挺不要脸的。对，其实我们两个不要脸的事儿没有少干啊。年轻的时候呢，他辞过职，我带过业，我们两个都啃过老，所以今天这个不上班行不行？我觉得我们至少有话聊，对吧？我那个时候就觉得，人怎么能为了工作活下去呢？我应该为了梦想活下去。辞职之后没有收入，我的梦想就是活下去。外卖越点越便宜，最开始还点点肉，后来只能点青菜，洗衣粉都不用买那种去油能力强的，因为家里根本没有油，没有收入，卡里那个钱，哎呀，卡里那个都不是余额，那是嫦娥，一个不留神刷就飞走了，消失的那叫一个快。嫦娥一边飞一边还跟我说呢，说你有梦想多点啥，梦想那玩意哪没有啊？我在遥望月亮之上，有多少梦想在自由的飞翔？但凡有点钱，还能省着花，不至于走投无路。完全没钱花，能走什么路？梅花路。
而这个时候唯一的方法就是回到父母家，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啃老更痛苦。我回家之后啊，都不敢随便让我爸妈倒垃圾，我怕他们倒着倒着突然发现，哎，原来废物是可以扔的。我倒垃圾的时候都特别的心虚，因为我觉得我拎着的那包垃圾他在骂我，他说凭什么咱俩都是垃圾，凭什么你扔我。我说你这有啥不服的，我有手啊。他说太对了，你不光有手你还好闲呢。所以没在家里待多久，我就赶紧又去找了个班上。我也是没想到，一个人儿子当久了，竟然还会想跑回去当孙子。多难呐，当孙子都得跑着当。但凡你曾经努点力，是不是就不用跑了？你就可以骑上绿源液冷电动车，续航百公里，品质保六年。耶，冷电动车。其实我们在家当废物的时候啊，想到了一个道理，那就是工作确实困难，但困难是人的刚需，没有困难，任何事情都会变得毫无意义。你比如说奥运会，4×100米接力赛，那个激烈，那个刺激，看的人热血沸腾。但如果它是4×1米接力赛，你还看吗？解说员都没法解说，咋解说？现在第一棒、第二棒、第三是。比赛结束了。4×1米接力赛，那都不用腿快手快就可以，连我都可以。4×1米接力赛，你想夸选手两句你都没法夸，你咋夸呀？大家看看这位运动员，他的手法潇洒果断，他训练的方法是什么？哦，是帮助爸妈扔垃圾啊。而这就是我们辞职在家的感受，每天打开朋友圈，看到别人在那儿4×100米、4×400米，而我天天4×1米，我的人生价值在哪里？所以像我俩这个德行的人，就是不上班也得去干点啥。如果就是为了不上班而不上班，那我们的态度就像周星驰电影里那个经典的片段一样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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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什么去啊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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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上班行不行啊？不行，谢谢大家。鸡蛋，这是什么呀？啊，没了。这个节奏挺好的。果然是土豆。那没得办法。哇，好精彩！没人拍，来来来来来，走走走。哎，你们二位听个响吧。对，对个，谢谢。我想拍。不要快，不要快，不要快。投票通道还有最后三秒钟，喜欢王建国和张博洋表演的朋友们，不要因为你看不知道自己刚刚看了什么，像我们这边的人一样，完全乱作一团。你们如果喜欢他们，还是可以投票的。3、2、1，请锁票。请宁静静姐解释一下你的同情票是为什么？建国好奇怪哦。是吧？说什么？但是好奇怪哦。建国，你们这个写的可好了，可是被你们给说完了。什么意思？就是看你们俩演出，觉得杨国演得太好了。对，那肯定，我们看了都觉得他演得太好。那是不是就是写的不好呢？今天我们一天看了这么多精彩的演出，只有你们两个让我们起立了，对吧？还是很了不起的。你是想动手吗？这么多诡异的包袱，连大老师都皱眉头了。梅花鹿是个什么破玩意儿啊？连我都说破，那简直连垃圾都不是。哥，但是这种东西你说过很多，你这是连大老师都不接受了。我不相信我听见了这样的笑话啊！我。哎呀，花姐。我为什么给啊？因为这一段我演过。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跟曾毅说，走了啊，走了。哦，这一段啊。
没关系，周星驰也演过。对，是因为就是我们模仿过他们，你一说到这里我就特别有共同感，所以我就拍了。哦，是的，那真是一点都不值得高兴。啊，我觉得你们俩为什么会搭档呢？哎，为什么要互相伤、互相毁灭呢？但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每天想的最多的。是，对。你们两个都那么优秀，为什么要两个人在一起讲？因为他们要创造一个一加一小于一的奇迹。我们俩上一场是大概一加一等于0.5。对，然后这一次好像还是0.5。不是不是，你其实你仔细品，其实是0.5到0.6之间的一个地方，就是很细节，很细是很细节，对吧？就你俩的那种感觉，就是一个要刚说完，正好要进入状态的时候，他要顾着那个，那个赶紧你别说了，我再对，那个刚要说完，刚要进入状态的时候，等着哦，该你的了，就有那种感觉。其实您说的特别准，这个就是写的时候最难受的地方，就是气会壮。你说的特别准确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啊、对，就对也许我这个做搭档有20年的经验吧。真是两位太懂了。你们这个组合成功的原因就是干扰少，对吧？组合啊，在一起的时候有一个。是花，就是互相不能抢戏、啊、有一个是绿叶、啊、然后呢、啊、花在讲的时候、啊、绿叶他就不要吱声，好难哦，就配合下、啊哎、没有，你俩主要是两个人都是特别的优秀，我们俩人都是绿叶。我们组成了一个葱。我们最开始本来不是想说脱口秀，对，我最开始是另一个表演形式，就是有点像相声，但不是相声。其实就是想走想练慢才，但没有成功。对对对，其实因为你们俩又像那个所谓的相声，可是又不太像，因为相声一个捧哏，我们没有角色，我们是演员，对，你们俩是差不多，我们是一对双胞胎、嗯。对，所以我就觉得应该是有一个高，有一个低，这样子可能就会好一些。简单的来说。是的，很难，其实嗯，我们以后还是好好自己讲吧。建国自己讲吧，你的好。因为其实说实话，我们两个写这个稿子时间够我们两个人每人写一篇自己单独的，能写三篇吧，大概就是真的挺好的。那个梅花鹿我还真听懂了。哎呀，写的也可好懂了。真的不就是没有花钱的路了吗？算了，姐，别翻这破包袱，就别翻了。别说那个，就让他过去吧。我以为梅花鹿已经够来劲的了，没想到最后还有一段莫名其妙的口技，就是我才唱了个歌。你仔细想，其实那个口技也是没想出底，就是对。我觉得没有什么遗憾，就是我们上一次，哎，你们这会儿还挺有默契的啊，对，突然动作也一致，对，因为对，毕竟也搭档了30多天了，对，但我们尽力了，我们尽力了，真的尽力了，行，好，恭喜杨蒙恩，好，我们还是要恭喜两位获得了3个领笑员的。拍灯进入等待区休息，好，谢谢，好开心，谢谢。主要我们对他们有要求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他们就是互相卸包袱，那个人本来说完挺逗的吧，另外一说就没那个上一个逗了啊。他们三个人真的不好说，然后杨波就是作为新人，他出乎意料，好到能跟他们几个老家伙对抗的那种好。建国和博洋老师的表演，整个结构的设计都是非常非常好的，也能看出他们真的在这上面下功夫了。我这篇稿子已经是我所有从练习到表演是最好的状态。哦、我们恭喜杨波183票进入上位区，蒙恩进入下位区晋级成功，恭喜！好看，好看！这是黑马呀！